怎样让心灵餐桌上的佳肴告别平淡，造型惊艳，味道美。最后呢，来个点睛之笔，也是一个提亮的这么一个效果。最难处理的冷门食材，动一下呢，它好切。绽放喜庆造型，年味浓，巧舌生花。大厨新派年菜创新多，万字符的一个改造方式，这怎么能成功啊？好菜要有好名字，吉祥如意，寓意好。本期回家吃饭为您呈现。哇，过年好。对，您过年好。嘿，太漂亮了，还是拿菜做出来的花，萝卜花。这不是咱们快过年了吗？老想着家里边那个家宴呢，让它有点花样。除了好吃呢，咱还得好看。所以那个过年家宴呢，它比较亮丽，不是好吗？姐姐，咱们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呀？我给它定做国色天香。国色天香一般都形容牡丹，牡丹花，对吧？把它搭配在我们的年节的菜里边，就非常好看。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几个菜哈？这样吧，郭大厨，咱们一块猜猜吧，这个菜是什么？那咱们先从第一个吧。第一个哈，是吧？有点像那个小船，是吧？咱就叫一帆风顺吧。一帆风顺是吧？或者是扬帆起航，是吧？也是这个很好寓意。到底叫什么？我初定它叫扬帆起航。那下面这个哈，这个像孔雀，你看，我觉得应该是孔雀开屏。我给起名叫吉祥富贵啊，也行。那当初这个这么设计的就是孔雀开屏，就是孔雀开屏。但是您这个我觉得跟咱们这个新年更贴切，对，更贴切。那到底我身边这位姐姐是为什么这么厉害哈？那到底是谁？这样，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啊。我叫李秀琴，今年53岁，从事中学美术教师工作，今年30年了。哎呀，李老师哈，那美术老师会教我们怎么美，把这个菜做的非常有模有样哈。有样。我们也聊一聊这个顾大厨哈，顾大厨很熟悉了，也做个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顾玉亮，顾大厨。这个其实给郭大厨今儿请来呀，有一个小目的。很多人都反馈了啊，说这个每年都是这几道菜，鸡呀、鱼呀、肉啊，哈，老炖这几个菜，可能吃的未免乏味。对。但是我们稍微的丰富，这个餐桌就不一样了。是的，是的。那咱们这样，先问问姐姐吧，哈，李老师，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我先画幅画，画完画你们就知道做什么了。这个美术老师啊，来回家吃饭做饭的时候有点像上课。那咱们就有请李老师留下墨宝。我先画画，您开始啊。我画了一张，画完了哈。其实大家一看这画儿，可能就发现了哈，这是这个牛嘛，这个牛啊，这个神态就是像正在工作这种形态，精神饱满。精神饱满。对，像这种形态呢，其实也是希望这个大家，第一是像我们老师写的牛气冲天，对；第二就是牛劲十足，就是咱们卯足了劲儿，把新年的工作干好了。没错。通过刚才李老师那个画卷，我们就猜出来了，应该这个原材料啊，食材就是牛，跟牛沾边儿，跟牛沾边儿了哈。那李老师跟我们讲讲吧哈，今天咱们这个菜的名字是什么呀？巧舌生花。那我猜到了，肯定是跟这个蛇有关系嘛，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牛舌。牛舌啊，对的。但是生花这个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咱们可以在李老师的这个做菜当中可以找寻答案。对，这个牛舌，你看这上头，它这个本身啊，它有层舌苔，去这个舌苔这个过程很麻烦，很繁琐。所以今天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小妙招教教我？有方法。咱们这个舌头是煮熟的，煮了大概40多分钟，而且要稍微冻一会儿，冻一下呢，它好切。这个是冷冻的。对，我们就直接削。直接削哈。它本身这个表皮层啊特别粗糙，所以你只要冻过了之后，就是沿着这边缘啊给切掉就可以了。其实它并不是很厚啊，大概也就是挺薄的一层，挺薄的一层。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这道菜呀，就强调它的名字，它叫巧舌生花。其实咱们中国菜呀，很多菜都是这样的啊，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一些这样比较有特点、比较有意义的菜肴，既好吃又好看，同时它有个好兆头。有一个菜叫步步高升，所以猜的这个菜是什么东西？
这个菜我还真猜不太出来。猜不出来啊？那郭大厨给解释解释吧，这步步高升是个什么菜？这个菜呢，其实是取里边那个膏。比如说年糕烧排骨啊，或者是烧年糕等等的，都可以。主要是它这膏起到很关键作用。膏字儿，你看看啊，这个很有意思吧？哈。我这个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都削完了，就这个舌苔。那下边呢，我给它先削成片儿。一边削的时候，您一边说一说哈。这个有一道菜叫发财救手。这个发财救手，您觉得是个什么菜？我猜想是，神仙猪脚，好像是一个广式的一道菜。最早呢，就是从粤菜的开列菜单的一种形式演变过来的。就是到年节的时候呢，开菜单，比如说做一个猪手的菜呢，就是做发财救手。发财救手。对，首先是手呢就是猪手，那么呢发财呢，其实它是一种植物，把它混在一起叫发财救手，寓意啊、味道啊都完全都占上了。您看哈，在这个各地啊都有类似的菜名，其实这个名字呢它只是一个代号，但是呢增加了很多这个过年过节的气氛，很有意思。仪式感非常足，对，是吧？我们接下来用这个腐乳汁把它稍微腌制一下，好吧？一个是加强它的滋味，再有一个呢就有上色啊。我们是这样子的。你看，今天用的腐乳汁特别好，因为这个牛舌这样的食材啊，其实是很难入味，并且它也特别清膻。我们有句话叫说，就是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你得把味道入进去。我们现在呀是这样腌制那么一刻钟左右吧，我们先把它放这儿。我们把这个肉馅儿呢给它喂上，加上葱姜末料酒生抽，它叫做原味鲜生抽为您服务，可以了。蚝油爆汁蚝油啊，这搁这蚝油呢我们也是提鲜，然后我们把它搅匀上劲儿。这个工作交给学生来完成吧。那好，这个不负责，给另外一位学生。给另外一位学生。那我呢用这个蛋挞的膜，我们一会儿把肉馅呢装在这里边，我们先要给它刷点油，福临门营养家的葵花人油。咱们脱膜的时候比较方便。如果咱们家里边要没有这个蛋挞模具呢，咱们用家里那个小碗儿或者是那个小碟儿都可以替代啊。用它做一个塑形，对，是吧？对，弄好了，可以了。好，咱们下一步把肉馅装进这个蛋挞模具里边，不要太满，太满一会儿会溢出来的。我们做东西不用太满，因为象征着什么呀？幸福美满。幸福美满。有点冷吧？这个，这也太冷了，这个。这个牛舌片呢，它味儿已经入了之后呢，咱们还要适当的用那个吸水纸啊，把它稍微吸一吸。咱们吸这个呢，除了是把它那个汁水啊吸走点儿，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再把它的盐分也吸走一点。那腐乳汁毕竟还是很咸，对，很重，对对，是的。现在您看出是什么样的造型了吧？我们搭的时候不是随便摆放，它是慢慢把它形成一个造型。对，等它在锅里蒸开或者是加热好以后，它会慢慢。像一朵盛开的花，这就是巧舌生花嘛。应该是这样哈。没错。那好，咱们也学一学吧。学一下，来来来。那李老师点评点评咱这个学生这个做的怎么样？哎呦，您这花开的属于怒放。属于怒放。非常漂亮。哎呀，您这个属于这个玫瑰更正成熟期，我觉得特漂亮。哎呦，太开心了！所以今天这个好学生就给顾大厨了。咱们下一步呢，咱们就是上屉蒸一下，上气以后蒸12分钟左右啊。好，咱们这个来，咱们开蒸。这个时间到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打开锅？咱们可以出锅了，可以看看情况了啊！3、2。哇，这个肯定是这个，那是我你弄的，我弄的。你看这一朵，长得丑的就是我弄的。
咱们以这个花为圆心，围着它咱们马牌儿。这个这是我的怒放的花，怒放的花。最后呢，来个点睛之笔，咱们往这个花的中心点个花蕊啊。来，咱们这个蒜末呢，也是一个提亮的这么一个效果。以前我们都说啊，厨师是一个很好的美术老师，但是今天美术老师当一回厨师也很棒。那到底好吃不好吃？马上品尝，跟您分享。来，咱们尝一尝。我拿我自己的这个，我品尝一下。牛舌它的这个味道去腥去得很彻底，入味入得很彻底，口感口味非常好。另外我吃了一些肉馅，它在底下嘛，你在蒸的时候它出了一些肉汁儿，和咱们这牛舌剩下去的味道混在一起，味道特别香。就是这个菜，我觉得是从创意啊，还是从整个的做工上，我觉得真是一个满分作品。关键肉馅儿的把上边的汁水啊，它渗进去了，渗进去了，所以这两种食材呢互相融合了。是的，是的，主要是。不管是这个猪肉还是牛舌啊，都很好的达到了去腥增香的目的，并且呢它提升了它的酱香的口味。对，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成功的。那确实很好吃。对对对，零添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泰德勒原味鲜酱油海绵，回家吃饭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把牛舌开，我们把它刮掉之后切成薄片，放在腐乳汁儿里边，我们腌制十几分钟。把肉馅里边呢加上葱姜盐蚝油料酒还有生抽，搅拌均匀，装进这个蛋挞模具当中，加上牛舌片，上锅蒸12分钟，出锅。腌好的牛舌片要用厨房纸巾吸去多余的腐乳汁，方便控制咸度。顾大厨今天带来什么菜啊？新派烧腐肉。那我这个菜呢，就是四合一，刀工、颜值、口味、寓意全有了。那么要有一个万字符的一个改造方式。对，在肉上切万字，这怎么能成功啊？这太难了。那刚才这个李老师啊，这个做出了非常漂亮的巧舌生花。那我想问顾大厨今天带来什么菜啊？我这个菜的菜名里边有福，特别好的寓意啊，福气满门。鸿福齐天。对吧？你猜猜这个菜是个啥？让李老师猜猜，您觉得跟福沾边的菜有什么？福烧肉。今天呢，确实是一个红烧肉的一道菜，但是它的名字呢，其实是一个宫廷御膳的名字——新派烧腐肉。这个新派烧腐肉有什么不同吗？那我这个菜呢，就是四合一，刀工、颜值、口味、寓意全有了。既然我们要做这个烧腐肉嘛，肉在哪？肉啊，事先我做了一个处理，等一下啊。我以为忘带肉了呢，和你大节目怎么能少了肉呢？为什么肉要冻一下啊？你看这肉呢，我把它放那个冷冻箱，用了大约是40分钟的时间，这样改刀起来非常方便，对吧？好。切块有讲究吗？多大？3厘米这么一个大块。因为今天咱们做的是一个宫廷御膳菜，那么要有一个万字符的一个改刀方式。对，其实在肉上切万字，在肉上切万字，这怎么能成功啊？这太难了。其实很简单，平常我们是这么切的，切的这个边缘处，然后呢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呢切这一刀，但是一定要不要切断啊，一定要有连，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的这刀工的情况。这很难啊，这个。在这儿呢，其实有个小窍门，在家里，即便是小白，稍微的能切点东西的，都能给它搞定。这里呢，你看我准备了一个道具，这怎么辅助？你看，筷子呢，咱有粗有细，咱用细头这一部分，两个一夹，首先呢，给它抵住了它，做一个固定，对吧？然后呢，咱再切，哎，切下来。你看，你切到筷子为止，正好就能卡住咱们要的这个大小。对，这个厚度呢，就掌握在你这筷子头的粗细之间，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今天又学了一招。您这个切完之后，整个就是一大长条了哈。对，就一个大打了折的这个五花肉。是是是，好了，然后咱给它还原一下。你看还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把它还成一个方形。你看这样就比较简单，还原了，是吧？好了，咱用同样的方法呢，再切几块，好嘞，是吧？在顾大厨辛苦的劳作之下啊，
我们这个九块肉已经改好刀了啊。对，这就算万字形了吗？对，像万字形。那个骨血的那个。对，骨血的，没错，没错。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该怎么操作它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它一个固定，它有烧的步骤嘛。如果是不固定的话，它会散开。是。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牙签来插起来啊。但是我觉得比起马莲草来说，那就逊色太多了。马莲草，你看，首先它比较有韧性。对。对吧？另外呢，经过你煮制啊、炖肉，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释放一种香料的味道。是的。是吧？然后呢，再给它系起来。系的时候啊，我们注意，我们还是猪皮的部分向上，十字的一个捆绑。这个这个系扣的部分放到底下来。然后呢，找把剪刀，有个生尖，你看，咱给它修一下。一会儿成品的时候，咱还剪开。剪开，吃起来比较方便。明白了，是吧？我觉得这个扎的方法就好像包一个礼物一样，在新春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啊，送给您的家人。这个家人收到的不仅仅是一道美食，同时还有一份爱在里面。对，像这种宫廷菜品呢，一说到宫廷，大家觉得哇，好难啊，好难，一定是哪出的大师之手。对对，其实呢并不然，我觉得是来自于民间，又回到民间去。总而言之，那么繁复的一些的宫廷菜肴，很简单的、很简化的去繁为简，把它呈现到餐桌上，这是一个我们的原则，是吧？对，我觉得这就特别好。老师给到认可了。对。今天咱们做了这个改刀的处理之后呢，它有几个好的特点。那就是首先呢，它特别容易熟。因为它薄嘛，对吧？另外呢，它容易入味儿。是吧？因为它都有那个孔隙了嘛。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说它的里边的油脂啊，释放的特别充分。不会说你吃一块觉得特别腻。所以说呢，这个改刀方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是大有妙处。是吧？有意思啊。而且呢，它炖煮的时间还会缩短。对对对。你说的红烧肉，大家都觉得最起码50分钟起步了。对啊。咱们这个最多半小时搞定。关键是味道还特别入味。这个非常好奇啊，非常好奇。好了，经过一个简单的焯煮啊，大概变了色，稍微的撇去一些浮沫呢，咱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那把这些水啊给它倒了，就不要了。好，我们来开始调这个我们这个新派烧腐肉的这个汁儿。炒这个汁儿啊，其实大有学问。之所以叫新派烧腐肉，这个新派俩字可不是白给的啊。这个亮点，调整这汁儿很关键。没错没错。所以也用上我一点我们福临门营养家的葵花仁油。对，我们这个环节是干嘛呢？要炒糖色。我这个炒酱赤酱浓郁。首先是赤颜色，酱是酱香浓郁，对吧？两者合一，这叫什么呢？叫糖酱结合的方式，而是放弃一些炒完糖色之后直接加水或者直接加食材这种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这酱怎么能给它出味啊？就靠这种糖的高温，迅速的给它激发出那种焦香的酱香味。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看，想明白了。对，只要一起这个白泡下入酱，我们快速的炒，颜色变得有些生活。这种焦香的味道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对，炒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炒完之后不结成这种糖块，这时候我们开始下入我们的水。炖肉嘛，水要稍微的宽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肉呢，咱给它下进来。这水没过这个肉就可以。这时候呢，加点腐乳。后放。这个红曲的这种颜色呢，其实很好的来辅助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调色。另外，它是一个发酵的食品嘛，在炖肉的时候能很好的缩短时间，是吧？但是先调汤，后加这些香料。大桂皮呢有那么一小块，这个八角呢两颗，然后辣椒，香叶有那么两片到三片。有了香料的味道，再有这个酒糟的味道，两者合一啊，这个味道就特别浓郁。那倒上一点我们的这个料酒，你在炖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酒精释放的过程，那只留酒香不留酒精。这是我们泰勒的红烧酱油，它的提色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呢，既提色又提鲜。开锅之后呢，直接给它倒到我们的高压锅里。我们的肉今天切的稍微大了一点啊，大概14分钟，14分钟，压完还不算完啊，得焖那么5-6分钟。林老师觉得整个过程您觉得复杂吗？这个菜呢，如果变成我们的家常菜呢，也是非常好操作的。虽然说它是一个宫廷大菜，但是用这种方式呢，家常很容易就操作出来。对对对。好了，高压锅呢，咱给它上气，咱放到后边去压吧，好吧？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到后厨。这个菜不能光是干干的肉，也得有一些其他的新巧的一些搭配。但是呢，我今天有小请求，就是您今天给我们展示的呢，不能复杂，简单，对，也得让我们能学会。必须的，咱就简单到底，好，好不好？那这里呢，有些油菜啊，做一个油菜花，这花怎么改呢？您先改，我们瞧瞧。简单啊，洗净之后，我们尽量的选用这些个头大一点的这种粗壮点的油菜，然后呢，咱给它从根部开始算起，大概是2厘米，那咱给它切断，切断之后呢，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花瓣状的雏形，里头有这油菜心儿。接下来他那小刀修饰一下，行，接下来您改用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修这个小的小圆弧状小尖儿，绿色小玫瑰就出来了，绿色小玫瑰真是，哎呀，这个美术老师的想象力还是非常的爽的，他都没想到是玫瑰是吧？对。一会儿呢就团烫一下，然后呢给点底味儿，就可以观赏，就可以吃了。我这边再给您烧上水吧。行嘞，哎，有点行。我也跟大厨来学学这个花，我试试啊。你看咱这个秃花，按我妈说的形容，这就是狗啃的啊。好了呢，我们这个菜花呢就很容易就制作而成。对，那我们现在水开了，赶紧来放进去吧。放一些盐，给些底味儿，再来点油，有那么几滴就可以了啊。这样我们焯出来会更翠绿。没错没错，好，一定是开锅之后，咱把这些个油菜倒到锅里。好，这油菜只要变得这个颜色特别翠绿，咱就可以把它捞起。好啊，没必要说煮的说特别的软，那就没有好的口感了，是吧？一朵一朵的，漂亮吧？碧绿的颜色啊，特别好看，这就是给生活增加一点颜色。我们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导演，我们的肉好了吗？好嘞，辛苦喽。嚯，看一下啊，哇哇，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就是上色效果特别好，并且呢，你看它的这个形状还非常完整。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吃了吗？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步骤，这时候我们要传统的大火收汁，这也是传统的红烧肉的一个技法。它慢慢的炖，慢慢的收汁，它是能把这些汁水再收入到我们的这个肉里。哎呦，所以吃起来会格外的香。很专业呀。那可不嘛。来了，非常浓郁哈。是。咱就开始呢，给它装盘，好吧？因为它是叫这个万福肉嘛，万福肉，万福肉，我觉得咱们就有一个环节，减福。哎，行，好不好？哎呦，这个提议太好了。我们把这个减开了福就到家了嘛。好的，哎，好嘞。好，那我用公筷给您加上一块。哎，谢谢，谢谢。软烂不腻，而且里面有这种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哎，你要不说，我没有吃出甜面酱，吃不出来吧？对，那种糖的甜香在里面，酱香味，酱香味很浓啊。对，而且这个肉炖得非常烂，这个肥肉呢一点也不腻，对，有了这个甜香又非常的解腻。我吃着特别滑爽，而且咱们那个糖和酱那味儿特别浓郁，对，欲罢不能。新派烧腐肉，五花肉冷冻40分钟，切成3厘米大小的方块，沿着肉的一侧切薄片，做成万字形刀纹，把肉扎成十字绳结。锅中放冷水，肉下锅，焯去血污，捞出。锅中放底油，下入白糖、甜面酱、开水、桂皮、八角、香叶、辣椒、腐乳汁、红烧酱油，倒入高压锅中，压制14分钟，再焖制5分钟。取出肉，再加入原汤，大火收汁，加入雕刻成的油菜花，剪去马莲草即可。划重点，用马莲草捆绑肉块，可以防止肉块散开，炖煮时间长后味道更香醇。零添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泰德乐原味鲜酱油海绵，回家吃饭。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我这个就属于奇花。哎，这个锅是我们新买的锅，你是第一次用是吗？要是今天不好使，我跟你说，我们就找厂家退货。呀，咱们这个菜好丰富啊，就是一个是家里人多少，第二看家里有没有能吃的。对，看来的客人多少。对对对，是吧？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顶10个的，哎，那就按10个人的量做。